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位于安徽省西部的大别山下，围垦城西湖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966年5月7日批示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的一项大型工程。南京部队老部官大队战员在部队党委的带领下，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五七旗帜的光辉旗帜，浩浩荡荡开进城西湖，向湖水宣战，围湖造田，创建农场。部队领导干部郭天昂同志颇具身经百战，今天和战士们一起在围湖造田的战斗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苦的革命精神，战天斗地，修筑百里长堤，使千年荒芜变成万顷良田。以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使百里荒芜换了新貌。南京部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全国战斗英雄副师长李来龙同志，年纪大，继续革命的劲头更大。他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哪里艰苦哪里通。他深有体会地说：“五七学校红彤彤，毛主席挥手我冲锋，战天斗地发修根，是为人民立新功。”几年来，广大水战员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志在，
建成了一个拥有15万亩土地和数百台农业机械的大型现代化农场。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光辉的五七体制，把战士的心海照亮。光大体战员认真读马列的书，刻苦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部队革命化、战斗化水平更加提高。落实毛主席的五七体制，贯穿着两种建军思想和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实战员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批叛徒那些跟随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彭德怀、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建军路线。实战员们遵照毛主席的伟大体系，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夫野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自力更生办工厂，还建成11座大中型水利排灌站，挖出一条130毫米长的泄洪河道，把湖水引入淮河。边建设边生产的条件下，为国家生产粮食1亿多斤，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广大干部和战士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大量涌现，培养了大批坚强的无产阶级先进战士和共产主义的军人。目前，广大实战员在九大精神的鼓舞下，正进一步把农场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掀起高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继续奋勇前进。